进来的在干嘛？我上班。我知道你在上班，我是问你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在发呆。回答我啊。我在思考。我知道你在思考。我还在思考。思考什么？思考我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在发呆。好，我就问你啊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忙，就你一个人在发呆？因为他们都比我忙。我知道他们都比你忙，我是说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忙，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没事做？因为我在发呆。好，我就问你，你负责的职位是什么？行销企划。很好嘛，我们的对话终于有进展了。行销企划的内容是什么？负责行销的企划。谢谢你详细的解说，我换个方式问好了，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？一个新员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新员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身为一个新的员工，你有什么样的专长可以为行销部门带来更好的改变？更好的行销方式。哪里更好？行销方式。我知道行销方式，行销方式哪里更好？方式更好。不是，我是说行销方式哪里更好？行销的方式。